儿媳妇，你腰怎么了？婆婆船太硬了，睡得我腰有点痛。我睡了几十年也没腰痛过，就你娇气，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没什么大碍，撅几下就好了。你去摘些茶叶回来。好的，婆婆。老人。小李，你一个人坐这里干嘛呀？心情不好，随便走走散散心。怎么了？又跟阿忠吵架了？没有吵架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摘茶叶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啊，走吧。才能买一份寻常温柔。珍珍，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是不是都会厌烦对方？感情里最不能缺乏的就是分享欲，不然两个人就会越走越远。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我还能有什么心情去跟他分享？好的感情不能只有倾诉没有倾听，其实倾听反而是更重要的。我们两个人的交流越来越少，我越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他越不在意。珍珍，你不是在农场吗？来这里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要疼吗？我带按摩器给你按摩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疼了。没事，拿刀拿来了，按几下看看，走。怎么样，舒服吧？还行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来的路上，我看到阿二神家的猪跑出来了，阿二神追着猪到处跑呢。那你不去搬一下？我这不是怕你腰还疼吗？赶着来给你按摩。又不差这一活，你也真的是。在这休息，我去摘茶叶。嗯，好。你好，老板，你这里有存点吗？有，这边请。好，你们有送货上门吗？我可以叫师傅送，但是得加运费。那不用了，就这船吧。你拿根绳子给我。好，慢一点啊。嗯。正正，你跟阿雄怎么做到感情那么好，无话不说的？说废话，我俩就是废话多，说不完。不管什么事，就想跟对方分享。那不就是无话找话，纯纯的无聊吗？是啊，分享欲就是说废话。我愿意跟他分享我的各种东西，他愿意跟我聊一天之中的各种琐碎绿茶。这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废话，但是正是这些废话，才使我们的感情得以维护。喂，阿忠。差不多了。好，小丽，我们回去吧。真的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再坐一会儿。天都快黑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老婆，老婆，今天是我不对，不该对你那么不耐烦。老婆，我刚刚看见阿二神的猪跑出来了，阿二神追着猪到处跑呢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去的。婆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阿雄，你把存点搬进去。好。婆婆，谢谢你。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嗯。月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直行。不是一时间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影分享。我会画个场景如飞舞的铅笔。婆婆，你也真是的，为了省一点运费自己搬船店回来，多累啊。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攒起来不就多了？那也要看情况啊，把身体累坏了得不偿失啊。是啊妈，你把我的活都干了，我干什么？早知道今天让你去帮，看你还笑得出来。好了儿媳妇，吃饭吧。嗯。嗯，这烤肉味道不错。婆婆你辛苦了，多吃一点。嗯，这个能吃。儿媳妇，挑黄一点的摘，青的很酸。嗯，我知道婆婆。妈，嫂子。婆婆，好像是海燕在叫我们，走出去看一下。好。海燕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？公司不用上班吗？海燕，回来怎么不说一声？我让你哥去接你啊。妈，嫂子，我辞职了，回来准备跟二哥一
几巴掌。什么？你又辞职了？海燕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妈，我一个礼拜才迟到四次就扣我工资，这么没格局的老板我才不干呢。就你这样的工作态度，去哪里都成不了气候。所以我不出去上班了，我要给二哥打工。就你这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，回来能干嘛？婆婆，小姑子刚回来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走吧，回去吧。海燕给我吧，我帮你提。好，谢谢嫂子。走吧。哪一份寻常温柔。阿霍啊，你去哪里呀、啊、我刚才去摘橘子了，给你们尝一下看甜不甜。哎，这个是海燕吗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今天刚回来。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来越好看。海燕在外地上班应该工资很高嘛？没有啦，就打工而已。我女儿在城市上班，一个月有1万多啊。有对象了没有？老大不小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混口饭吃。这丫头平时也没说，应该是没有。那得抓紧了，我女儿跟海燕一样大，孩子都2个了。顺其自然，你们聊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这个海燕啊，去到家里了，变阿东，唔好讲交劲了，介条个无聊好，去阿交劲，很多之前东西唔来厝。系啊，系啊。唉，终于到家了，海燕，你真的不去上班了吗？是啊，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海燕啊，你这样子的工作态度是不行的，不管去哪个公司都是容不下你的，明不明白？妈，你怎么还这么啰嗦呀？海燕啊，你就让我省点心吧。嫂子，我们去逛街吧。海燕，我还得帮你铺床呢，让妈帮我铺，我们走吧。花前柳暗，风微风轻。沈正啊，你们去哪里呀？邱医生，我跟海燕要去逛街。那你那不帮我带连包，我老人家走路不方便。好的，邱医生，我们走吧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嫂子，好久没有吃妈做的水饺，我们带点菜回去吧。好呀。好，谢谢阿姨，转过去了啊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邱医生，珍珍，你回来了。邱医生，尿布帮你带回来了，一包100，总共200。哪里这么贵呀、啊？我平时买2包才100，攒100块哪去？邱医生，这2包真的2包，好心给你带，你还这样子，不要我们带走。你带回去你怎么？我留着我嫂子以后的红包用。算了，2包就2包了。嫂子拿着。我们走吧。婆婆，妈，海燕说想吃水饺，我们晚上做水饺吧。做啥啥不行，就知道吃。妈，我这不是好久没吃你做的水饺吗？出去等。只寻常岁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春花未至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世界余生的样子太温柔，容易偏执。爱人只爱一次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风花雪月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春花未至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世界余生的样子。吃饭了。嗯，好。海燕，这次又因为什么辞职了？哎，哥，你不知道那个老板格局太小了。那你怎么打算呢？哥，我要在家跟你一起做农场。啊，我也没那格局啊。哥，海燕啊，对待任何事情态度最重要，做得不好那是能力问题，可以培养，但是态度不认真，那永远做不好任何事情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